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听海英说故事。台湾设计的西袋式泡茶杯横扫世界三大发明奖，而设计这个创意茶杯的是埔里的这一位茶农。他从小就住在金寮里，国小毕业就去当黑手，帮家里头来还债，而且工厂还在珠寮里面。但是呢，环境越恶劣，他越往前冲。这传奇的人生故事已经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去年呢还拿下了金钟奖的最佳剧情奖。这个随身携带的泡茶壶，一年狂卖上百万个，从台湾销往世界各地。全世界各国拢有我的物件，你包括迄共产国家嘛，有迄个东欧啦、吼苏联啦，拢有我的物件。啊，其他你用东南亚、日本、韩国，这各位拢有啦。还一举拿下世界三大发明奖的金牌奖。德国吼，因为一个足大的花瓶博物馆吼，我的物件伊就摆伫上头的。伊讲说，东方吼的茶艺是非常好，但是我会用甲这茶艺从带出外，哦，伊讲这搁较高。设计出这一款泡茶壶的是黑手起家的沈顺从，他坦诚自己在一次特殊的机会下构思出泡茶壶的第一代。第一代就是去变做壶壶的，变做的名誉诶，你话厕所那个马桶啊。所以我们那个第一代就是用拉的，就有没有像马桶那个在拉的？这个这样讲很不舒服。原来第一代是厕所那个拉的。接着在一次洗澡的过程中，他又想出茶壶的第二代，把拉的改成压的。先铺的紧黑啊，有一个你冻水的是迄个因日本较早就拢用黑嘛，点点那个酒就是照那个来的啦。对，你就洗澡都在动脑筋哈。那给它等一分钟，这个沙漏啊，全部落下去就一分钟，那就按下去。有附这个沙漏吗？没有，这个是在展览的，教外国人，教外国人泡的这样按着哈。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没了，两分钟就你就淋不完了。啊，接下来。加盐过冲可以啊，四杯没问题啊，这足紧的就对了。来干一杯，干杯。被问到发明泡茶壶的动机，沈顺从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当初是因为自己种茶却不会泡茶，再来他也想推广自家的茶叶。苦思了四五年，终于想出一款快速简易的泡茶壶。阿姆哥，你那想讲家己爱做一个物件来泡这些，像你即马手提迄就是，家己泡别个物件，啊，迄阵啥讲要做一个这個？因这茶吼，一般像我开始种茶时，我嘛不要泡茶，所以我就是讲，这茶啊种茶吼用外销。所以我想讲，这阿伯你啊，少年的啦吼，外国人要泡茶吼，伊就唔知要哪泡，会教我这种同款啊。所以我就设计一寡拢破面的吼，而且迄茶米泡会开，佫较紧、较简单、较合现代啦。一开始茶壶只是随茶叶附赠的赠品，没想到深受顾客喜爱，现在卖的比茶叶还要好。年轻的时候，因为做黑手，曾被女友的父亲嫌弃没出息。如今黑手的经历却让沈顺从站上世界舞台，而他的故事还被改编成连续剧《情义月光》，去年一举拿下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和戏剧节目两项大奖。原本出身鹿谷的茶农世家，沈顺从因为父亲一再投资失败，变卖祖产，四处借钱，四处搬家，最后一家九口只能栖身在基寮，有一餐没一餐的过日子。啊，阮家拢有诶长工啊，几下，啊，阮爸爸拢无传去做功课，拢传去啉烧酒啊。啊，伫啉烧酒，你爱开销嘛？啊，开销诶时阵就变讲。到尾啊，爱去人借钱，啊，砖头、砖尾、亲戚朋友借了了，就无咧借啊，吼，无咧借，啊，钱还阁还啊，啊，所以甲遐个财产拢卖掉，啊，就换去别位，搬来埔里就无半项变平民，啊，阮爸爸来去做工，啊，阮就无好食，啊，阮会去捡迄个用拍拿古虾，即卖资源回收吼，啊，去溪底掠虾、掠鱼、掠虾吼，你会去迄个。
国小毕业后，沈顺从没钱升学，一个人到台中铁工厂做黑手学模具，白天工作，晚上到补校学机械制图，希望赚更多的钱改善家里经济。我一个人爱饲一家伙啊，所以嘛是就是爱一直安尼向前走了，没有，我算没有后路的对啦。靠着拼命三郎的努力和高超技术，他还没当兵就先当厂长。婚后他北上台北创业，在猪圈克难搭起简陋厂房，环境够恶劣，他却迅速的在模具领域中大展身手，一连开了五家工厂，钱赚到了，日子好过了，他却萌生回老家种茶的念头。以前我伫台北做生意嘛，做生意就是逐工爱啉酒应酬啊，吼，开会调钱啊，拢做这个代志，感觉人生感觉无价值了吼。接下来一连串的打击更加深他返乡的渴望，先是母亲罹癌过世，公司又被倒债，而一路跟着他吃苦好不容易可以享点福的妻子意外发生车祸，差点连命都没了。要落公车的时候，医生站在门，要已经走到门了，车就开进来，要抱起来就连累了，连累时那个伊脚去迄公车的链甲搞，啊，伊个机卡就较早细啊，小二八比较较细颗，两支卡无变啊，包伊个机就受伤啊，较细颗啊，佫变，啊，佫会公车搞的，啊，算剩一支骨啦。太太被公车碾过，腿部当场支离破碎。最让人愤怒的是，他们连跑四家公立医院，竟然没有医院肯收他。警车吼，就载阮去。做者公立医院啦，吼，不便讲啥物医院，啊，但拢不爱收啦。嘿，伊就讲因无病床啦，啊，就不爱收，啊，就去比如讲去一间，不爱收，啊，就搁再别间，啊，一直到第四间的时候，再去更新医院，再敢收。啊，这个警车司机吼，迄规车拢会用母甲转会就对了。还好当晚有一位好心的计程车司机，载着绝望的夫妻俩奔驰在台北街头，四处找医院。直到确定有医院肯收，人送进急诊室，问奖才悄悄地回去，车资也没收。二十几年来，沈顺从一直想向这位恩人说声谢谢。想到出来要找，哎，停车，停车都唔得走啊，倒去啊，嘛无钱回人就对啦。这侪年来，我就当我想这两块钱。就是要甲伊讲谢谢。系啊，啊都唔在想你。举家搬回埔里之后，沈顺从在1300公尺高、山路崎岖的地方买了12甲地，和老朋友一起种高山乌龙茶。对，你今天回到这个茶园啊，然后看这样大起大落，感慨会不会很多？还好啦，因为这是人生的贵点嘛，本来就是爱做啊，人拢是要想要改善家己生活啊，目标是其实目标真单纯啊。爸爸都没有留后路给你。没有，爸爸留债务给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毕竟是茶农的儿子，第一次收成的高山茶，好喝到邻居都怀疑是不是动过手脚。伊讲迄信呢，较早做乌气味啊，吼，啊，规头规脑迄内底唔得掺声咧。卖茶卖出不错的成绩，沈顺从开始动脑筋，思考如何让不会泡茶的人也来喝他的茶。于是他又拿出黑手时期半夜摸索研究模具的惊人毅力，研发出懒人茶壶。是哇，你看水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已经不了。好啊，下杯就再开了一壶，停开了。好啦，开了吧。四年的反复试作，沈顺从第一代的冲水马桶灵感杯一推出就获得日本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二十年来，他的泡茶壶已经改良到第三代，主打年轻族群。用奶瓶 PC 材质的塑胶可以耐热137度，方便外带又讲求环保。我这茶米吼，佮放到后壁吼，茶米放喺后壁，我要放茶、放咖啡，你也是讲花茶，你也是中药都袂用。回到家乡，过着闲适的田园生活，子女们围在身边，一起为家族事业努力。沈顺从开玩笑地说，虽然名字叫做顺从，自己却从不顺从现实，而是一心扭转现实，改变现实。日子总是要过啊，日子总是要过。我欢喜把钱啊，
结到好暗，那蛮欢喜。回首过去，在鸡寮猪圈生活度日，沈顺从从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越是恶劣的环境，他越是想办法冲出去。没有学历，没有资金，黑手起家，他照样冲破云端，飞往国际，晋升为世界级的发明大王。加油，加油！